沈玉玲遭情绪勒索下乡主持，什么事笑到停不下来。那个乡长估计大概在下一个就是他了，他做了一个很荒谬的动作，他把眼镜拿下来，他那个脱衣舞娘抓了他的头，乡长没有头发，一个是洗衣服俩头，而且还不洗，乡长自己把头赢在一起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